今日帶埋 Teddy 同埋 Coffee 出席一個狗仔嘅聚會啊，位置喺新蒲崗。咁嗰間狗仔嘅 party room 咧叫做 Pet Go Go， 佢嘅室內位置有1000尺啦，室外位有成3000尺咁大啊。呢間 party room 最大嘅賣點咧，就係平日1至5只需要2個人就可以包場啦，玩最少2個鐘就係128蚊一個人。寵物就68蚊，至於禮拜六日公眾假期嘅話咧，5人起就可以包場，2個鐘咧每人係148蚊，寵物就68蚊一隻嘅。咁呢啲費用咧已經包括咗人嘅輕食啦，同埋飲品，另外仲有寵物嘅鮮食餐。附近嘅停車場有2個嘅，一個就係新寶中心停車場，咁就平啲，星期一至六係25蚊一個鐘，禮拜日同埋公眾假期好似18蚊添啊。咁咧，如果拍唔到新寶中心咧，就可以拍萬迪廣場停車場，就比較多位嘅，但係每個鐘就要30蚊。更新翻先，新寶中心停車場最新嘅停車場收費咧，係星期一至六。26蚊一個鐘啊，星期日公眾假期就19蚊一個鐘，就貴咗1蚊啫。由停車場行過去 Pet Go Go 咧，就要大概4分鐘。新寶中心嘅對面咧都有個偉信停車場嘅，都係26蚊一個鐘啊。偉倫工業大廈都有得泊車嘅，不過費用好貴啊，首半小時20蚊，之後咧。就40蚊一個鐘啊，再之後60蚊啊，所以唔好泊喺偉倫工業大廈。到咗啦！哇！出邊好靚啊，有泳池啊！叫咩名啊？叫棉花糖咩？棉花糖。哈哈哈！叫咩名？哈哈哈！做啲服裝去俾狗仔換完，跟住就喺度打卡。好淫亂啊！小伯，你咪記得 coffee 啊！哇！coffee 個 pet pet 好受歡迎啊！可愛啊，佢好可愛啊！佢揾到 copy 啦，小伯，好搖啊！佢搞笑啦，你乜都搖啊，好搞笑啊！啊，好多棉花糖啊！阿爸，我最不亲密噶，小巴嚟我叫啊，小巴，拉拉，拉拉，美女啊！
咩？鐵啊！